阿洛，阿洛，哎，你是？啥？我是阿洛的男朋友。哦，我怎么没听阿洛说过？关你屁事啊！这话说给阿洛的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为什么要说啥赌？因为我要跟阿洛生三个孩子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哦，阿洛，阿洛。不要，你给我走开！来来来，送你了。你为什么不要啊？哎，这干嘛呢？你为什么不要？你不要拍，你拍我干什么？你干嘛呢？曲波，这是我朋友，你凶人家干什么？哦，原来你最近不跟我说话，原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呀？这个人，咱们先把柴放下来再说啊。关你屁事啊！关你屁事啊！你别动我，不要动手动脚！关你屁事啊！干嘛？你不要再拍我了！不要动手动脚！来，先把柴放下来再说。轻点，轻点啊！慢点，慢点。这是你男朋友吗？不是，他是一个神经病。那他怎么说是你男朋友？谁知道他的？他神经病，疯子。阿洛，放开！阿洛，病！哎，把手放开！放开！你知道我是什么？你给我滚开！干嘛？不管你是谁，咱们把手放开，好好说。我是阿洛表，我是他表哥。你表哥，我拉着我表妹的手，表妹的手关你屁事啊！不管你是谁，咱们先把手放开，好好说，行不行？你跟我滚开！你干嘛？放不放？嘿，放开！放不放？干嘛嘛？你这是？我姑姑说，过年他们回来之前就把阿洛许配给我，他现在相当于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跟我离阿洛远一点哦。王菲哥不是这样的，他是我阿姨哥哥家的儿子，我也没听说我爸爸说过有这么一回事，他是骗人的。你阿姨是哪一个？就是我弟弟妹妹的妈妈。哦，就是你那个后妈。嗯，对。后什么妈？你跟我滚！哎，听到该滚的人是你。刚才阿洛说了，没有这一回事哦。你不要在那里乱说话，来，快快的，滚滚滚，快快滚！算你们狠哦！明天我带着我爸爸妈妈来，对不对？把这些事情说清楚。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我也不会同意嫁给你的。没事没事，阿洛。不会的。阿洛。你别哭，你别哭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就算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咱们也有办法解决嘛，是不是？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他可能是乱说的，你别哭了。那个如果是真的话，你爸爸妈妈应该会提前跟你说，是不是？有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去年我那个阿姨她就这样提过一次，然后她和我爸爸他们两个还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吵架了。没事的，就算是真的，咱们也想办法解决嘛。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嘛，是不是？只要你不同意，他们逼不了你的。我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，我问一下是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我真的我宁愿死了，我不活了。别听了，别听了。已经给你爸爸打电话了。你爸爸他们可能现在在上班，晚一点再打吗？这种事他们逼不了你的，现在是自由恋爱的时代，知不知道？可是我那个阿姨，你不要管她，没事的。到时候有什么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行了，你晚一点再打嘛，晚一点都再打，他们可能现在在上班。上班，你晚一点，他们四五点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再打啊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是真的，他们逼不了你的。现在什么时代嘛，只要你自己不同意，没有人能逼你的。没事，你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到时候有。
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。王飞哥，你今天是过来干嘛的？如果今天不是你在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有，看着这个下着雨，天气又挺冷的，我就给你买了一些外套，帮你穿看一下。你怎么给我买衣服啊？没事没事，你穿着开心。来吗？